是吧？检讨卫生。人家去跑山嘞，跑海边嘞，脱衣服嘞，跑多少个小时？人家青蛙跳，好像兵营一样，一定乱的嘛。如果是这样子，两个后续型同时进行的话，我坦诚这个星期我有很懒，我常睡觉休息，因为身体状态不是很舒服。我 before 睡觉前都会做运动。基本上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耐心啊，很不知道。你觉得自己有？你们觉得自己有？就进步嘛？你有发现这个事情吗？Beautiful girl. 生日快乐！